女人心里惦记着你，会有这三种表现，你发觉了吗？女人心里喜欢某个男人，往往会比较含蓄，不会像男人那样直白地表达出来。但她如果已经认定了你，那么满脑子都只装着你，随时都惦记着你。这三种行为很难会控制住，你发觉了吗？一，女人会给你分享她的一些事。女人的心里惦记着你，她无论看到了什么新鲜的事，经历了什么事情，无论是到了什么地方，又在做些什么，都希望第一个和你分享。不管你们有没有走到一起，她的心里早就把你看成了最重要的另一半了。二，女人会把最温柔的一面展现给你。或许生活中她是一个女强人，一个女汉子，在外人面前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。可只要有你，她就立刻变得柔情似水，充满了女人味，总是刻意打扮一番再来见你，希望能把自己最温柔、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你。三，女人祈求你能陪伴她。女人心里惦记着你，更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是一种快乐的幸福感觉。她恨得一整天都和你待在一起，祈求你能抽出时间过来陪她，并期待着你能有进一步的动作，比如亲吻她，向她表白。女人心里惦记着一个男人，这种感觉是甜蜜的，同时也是酸酸的。如果你也爱他，就大胆向他告白吧。